Mie.你上到哪儿了？姐，我没事，都是别人的心，我累了。明玉怎么了？他很不对。我想应该没事吧，公子向来心善。 此番应该是手上过了人命，让他静一静，缓一缓吧。对了，小姐，金刀客还有舒姑娘在屋里等你呢。嗯，这是曹帮的一个小头目，叫谢光，就是他放火烧了生司。哪儿的火？ 御风仓的还是商队的？关于封仓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这次的，你那弟弟啊也是头倔驴，这货都没了，他也不罢休，非让我俩跟着曹帮绑回来个活口。苏公子说要人证才能报官。 报了官，哪怕你们倾家荡产，七天风也不得舒坦。但我跟他说，这人如何会轻易松口，他偏不信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都是些闲事儿。苏会长，我们这一次真的算是九死一生。生死没要回来，你还不要的钱我就不要了。可为了保你弟弟，我至少砍了30颗人头，一颗10两金。金大侠以死相搏。 我愿意出双倍的酬劳，苏会长，谢了。舒姑娘，我该如何答谢你？若按商契，镖队丢了货物，不但拿不到酬劳，还需赔付货款。但他们这一次本就损失惨重，若再赔款，恐怕镖局都难以为继。 契约已成，便要遵守，此乃商道。但是我可以个人的名义答谢，应付的酬劳，还有赔偿金，我会全数退回。所有伤亡的镖师，他们的家属，我愿意重金补偿。怪不得你能坐镇商会这么多年，仗义，佩服。望苏会长守诺，我们先行一步。 公子，有两位姑娘在后院门外等您多时了，姐姐。 先回去了。你受伤了，别怕了，都是血。走，没见过我这副模样吧？ 别担心，都是小伤，有你的玉兰花护着。
说的风轻云淡，想必也是吃了不少苦吧。改日与我聊聊这一路上的事。你未必爱听。江湖豪情，快意恩仇，这些原来在画本子上我特别爱看，没想到眼前人竟也成了好侠。